来，水果大餐的，好吃好吃吧？妈妈做那边当然吃不到啊。没关系，妈妈坐这边好了。对啊，妈妈坐那边。没关系，妈妈坐这边。妈妈坐这边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坐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妈妈坐，妈妈坐吧。没关系啦。你叫你行，你坐要坐啦，你坐遐吃不下啦。我你坐啊，你坐啊，你坐啊。对，妈妈你坐啊。哎，阿阮主要管的是中间了。对啊。今天妈妈是主角，还是有朋友吗？对，好吧，那我有一些还是自己种的呢。这么珍贵，还对啊，那个还会自己种的。那个木瓜，各位进场呢？各位进场呢？没有，在那个八六的墙下，也是自己的地吗？我舅舅的地，舅舅的地。对，各位进场的呢？还会种田呢？阿妈家还会种田？还会种田呢？还在种呢？还在做呢？那今年叫他今年做不要再洋葱啊，豆薯啊。天气那么热还在种？哎呀，工要动，那都会那个。不动的话，不知道要做什么。就叫他是上去上散步啦，下午就叫他回来。他的中午就太热了，都叫他回来。我叫他自己在家里，他不要。闲不下。对呀，他闲不下。他行动不方便，你看。以前都骑脚踏车，现在都用电动。好，再来水果，用点水果。很甜嘞。我已经先试过了。没有没有，都没有特别。我不会热气。我拿给驾驶喝好不好？好，啊这个。好。啊，这里有那个科长，这里有饼干。哦，好，好，谢谢副尊。没事。还忙干干嘛？不会。他从八六下。好辛苦啊，这差不了。对。你刚刚过来的啊？对，一个小时。我现在如果要从仁德回来，都是从那边比较快。因为我当过这边的指挥官。对，他105、106。你那时候去领奖学金是你当的，105、106，还好我都没做坏事。现在还有奖学金给你的吗？没有了吧？没有了，毕业了。我儿子还要领，儿子还要领，儿子台大的呢，台大哦，台大的，这么优秀，对啊。没有那种练台大没有爸比较多了，没有，按成绩比去上下一样。转过来，结果没有。哎，台湾招过来。有。心态用上好啦。对啊。个建材无简单，无简单，都用心态。他现在在上班，现在还在找工作，还在找着。对，我们职业部欢迎你。再找不到也有可能，让他找找看。是的。那个八月底要去售后上班的时候。哦。是吗？后半班。对。不，已经报名 OK 了吗 ？OK 了。对。本来是上个月底，后来因为什么兵推嘛，都延到八月。对。议长热情，议长，哦，怎么样？回过来我都怕说尽全力支持。
现在异常是秋天，哎，他有月亮，他现在无，哎，他无罪了，他进来嘿，啊，哦，嘿呀嘿呀，哎呀，我靠，一样的呀，你我靠，一样。龙哦，我那个叫什么？在啊，在。人说这边不用，就是你儿子嘛，对，是夫人嘛，对对对，哦，对好对好，那刚那个是，那我们的租客，租客，妈妈这里的租客，对对租客，妈妈的租客，对对对，那也不错啦，像我妈妈如果比较不方便去管理那边，她就会骑机车带她去，她也不错，因为她是我弟弟的朋友。我弟弟是住山的，他住。他老盖窑。你们这房子算是老房子哦，现在挑高还能那么高，很简单。对对对。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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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十几年了。对啊对啊对啊，是挑高。所以空气就很流通了。对啊。就不会那么闷热了，就比较好。棒。还好，这边不太热。那个像那个墙壁那个磨石子，现在。师傅不会做磨石子，哦，不会不会不会。现在只有我们古迹在做磨石子，嗯，我们古迹还有这个师傅，其他没有这个师傅了。对，那磨石子这个，以前老房子才有这样子。对，我记得以前老房子下面要做那个黑色的那个，哦，踢脚板那个，对对对对对对。因为嘛，无人在挖石啊，足少的啊。啊，无师傅要子啦。对啊，阿妈对有少年嘞，刚刚看嘞，看不到。那平常你们住这边了哈？没有了。没有，因为礼拜六、礼拜天就回来帮忙，帮忙田里的工作。帮忙。礼拜六、礼拜天了，来回来帮忙。对啊。啊那啊。他还会帮忙。啊，不然他有的时候比较出众，他也没帮忙。他那边没有上班，那家人都没休息。啊，所以叫他不要做啊。哦。他不要做，他就不用那么辛苦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对对对对。哎，妈妈就不要啊。不对啊，他讲出来是要让指挥官，他讲出来是要让指挥官羡慕一下，人家他务农了，你就知道产业要多有钱。务农的嘞。钱也不是我们的啊。妈妈也年纪大，不要再去那边晒太阳。哦，那个真的晒太阳，晒太阳就很累。他就说哈，他家里也是很无聊啊，他就去半天就好了。这个很难劝的，嗯。对啊。嗯，很难劝啊。现在年轻人，你只要叫他晒太阳，他就昏倒了，他就什么都不用做。对啊，对啊。喂。无啦，那个拄啊卡呀，无代志啊啦。嗯，好啊。港区。主任兼没啊？他今天工作比较多，工作忙不过来，忙不过来。他本来说要来，哎，他本来说可以赶得来得及，后来说来不及。哦，没关系啊，今天刚好也没他的位置。没有啊，对啊对啊。你是主角啊，对啊，对对对对对。昨天去离港，他主任副主任秘书到屏东，屏东离港，对对对。我今天有在屏东吗？昨天呢、啊？今天没有。今天没有，我是今天早上不是拍那个初步的周报，指挥官主持了。对。距离感比较远。还好，还好，也差不多一个小时。哦。那边车应该车子会比较多。对对，那边车子比较多，那边巷子也比较小。哦，巷子因为这个开大门走大路。嗯南部人比较热情啊，对啊，南部人比较热情，所以我比较喜欢待南部，因为我是台北小孩，哦，我住新店，对啊，那你在南部有购物吗？是没有，没有，因为我一直都在中南部，哦，一直都中南部，彰化指挥官嘛，看起来指挥官，对对对。其实可以的，他们说现在，还有些地方还蛮便宜的。有些地方啊，我离开台南大概六七年，那个时候买刚好，对，那时候买刚好，一零五一零六那时候，我老婆那时候跟我说，在台南买一个房子，那我就说我不会再回来啦、啊，可以增值啊，对啊，可以增值买了房子，我说我不会再回来了，就没想还是回来了，对啊，对，你那时候买，现在过了六年多。你又不用房地合一税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那时候买刚好，赚一手。那时候我们隔壁刚盖八百多，
对啊，等他那个等他盖好的时候，已经换到1300、1400。对啊，那时候买刚好。对、啊現在，那时候刚在盖的。摸不起了，现在摸不起。再看一下就好了。别买地啊，别买地。人家买一些玻璃比较便宜啊，盖、比较便宜啊。可是现在建材也都很。我们均值不能，好像不能买房地。不能买、啊。我们不是农民。哦。农地要盖房好像要钱。那个规划那个可以弄啊，对啊，房仲都会教你怎么弄啊。嗯，现在农地还有分呢，有的可以盖，有的不能盖。对啊，要不然农地比起码会盖的，现在有盖的几乎都不合法了。对啊，对啊，都不合法的。妈妈84岁了。对，30年是。30年是了。30年是。对。我妈86岁。28岁。对对，86啊。86。那也是啊，在台北吗？在台北要闲不下来啊，闲不下来，要去跟里长出去那个旅行。哦，我觉得他那个对啊，那身体还很好哎、身体很好啊。他人工关节，我们那时候以为他人工关节换完之后可能会走路不太 OK， 拜托他现在走比我蛮厉害。他爬那个楼梯，因为人工关节就是你换完之后你一定要走。它会粘，粘会粘你，对，会粘。如果你走的 OK， 其实妈跟平常人差不多。对啊。啊，人工关节是换自费的吗？自费。当然有。自费的。比较好一点。对啊，比较好一点。那还不错啊，可以协助他发展。对啊。你今天礼拜六、礼拜天都出去玩。会跑比较好。对啊，对啊。对啊。所以妈妈去种田也是不错啊。对啊，对啊，而且运动起来。那个小猫咪，哎呀，那个小猫嘛是不一样啦，哎，来骑电动啊，也八六 A 卡，很危险。有时候现在的军人骑车都好快啊，开车也。我知道，这要找人带哦。那他都慢慢骑，慢慢骑，他还自己骑哦。对啊，那他现在骑那个电动。我儿子说比走路还要慢。那不是吗？就像你讲的，是怕被人家对啊，嗯，对，自己骑那倒还好。南区昨晚汇报开完了吗？哎、欸，礼拜天中午开的，对，前天刚开完，对，前天中午。我看应该还有行程。今天是下雨的。下雨。对，今天下雨。晚上的。嗯。没有没有，我就要视讯啊，那个教招。哦，教招。我说视讯完过去了。边视讯边在车上。好了，那就差不多了。好，因为我这个老师看教招，我知道教招，谢谢。然后教招忙，我们也要跟着忙哦。对，也要啊，也要绕军啊，绕军服务台开车啊。啊，这是，这是最忙的，就南区啊，因为在西海滩。哦，这次就在我们这里。哇塞，那我要多来拜访一下。他们上次还陪我们去。拜访学校，谢谢主要关帝，谢谢，感谢主要关帝，谢谢，哎，夫人，谢谢。